哎、欸，咱左右左右的同学回来了没？还有没有，还没回来。好、哦，还有一个。刚刚下课有没有讲电话？电话麻烦关静音，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点点我们演讲哦，最怕电话响，真的，因为他刚一滴滴一滴滴塞其中哈，small, literacy, 然后电话突然响了，真的会一下忘记自己要。 这是真的啦，诶，在美国真实案例，诶，有一个那个一对情侣在看电影，那个男生只是发个简讯哦，后面的人叫他不要发简讯，不要发简讯，因为你那个灯光亮会影响到我看电影。他不理他，啊，请他不要发简讯的人，没有怎么样。旁边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朝他开了一枪，当场毙命这样、欸，啊，那个是退休警官，他说这个不听话就要杀，哎，啊，就这样子糊里糊涂被被枪杀了，哎，就发个简讯这样、欸， 对吧、啊？退休警官，哎，他可能那天刚好心情不好，还是老婆要跟他离婚，反正就是心情不好，身上有枪，然后你不听人家讲，人家在叫你不要再传警讯，你还继续传，就一枪把他杀了。啊，是退休警官，所以哈，那哎有时候 <laughs> 那个，我是我不是说 <laughs> 我会拿枪出来，我不是在我在开玩笑，我就在讲说我们很多时候哈，哎遵守一些公。 大家公众的，比如说像现在讲的战争法，我告诉各位，日本一样有行动电话、啊。日本刚开始行动电话出来，他们也会在电车上讲电话。可是，一年之后，一年之后，日本人没有人教哦、喔，他们自动的上电车、上捷运，关静音，讲电话轻声细语。我现在在做捷运，我等一下下次我再打给你。他们看到他们将会影响别人，他们自动自发嘞、欸。一年之后，他们都不用人家教哎、欸。 我们的日本，我们的日本教育从小就教我们说要守规矩。我举个例子，这次我去日本，我印象很深刻。我八月十二号刚去嘛，那时候我们去的住在 Tok ome, Tokyo 洞 t o k y o 洞旁边就有一家超商。好，Tokyo 洞旁边就有一家超商。如果你们等下上课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还是有需要有需要跟你来讲，没有关系，我们去外面讲，不要影响其他上课的学员，这样好不好？ 啊、哦，那个我们那时候在旁边有一家超商，他那时候就有收集，啊、哦，比如说买个东西就有一个印花，啊、哦，他收集五个印花就可以省一百块日币，啊，我刚好一次就去买东西嘛，就达到了，啊、哦，然后我就问那个小姐，我这个可以马上使用吗？她说可以，啊、哦，所以呢，我又蹦蹦蹦跑去买了一一盒巧克力，然后跑回来，那巧克力两百多块日币，啊、哦，比如说两百五十块。 我就拿了一张折价券，因为可以折一百块嘛。我拿那张折价券给他，然后呢，我再给他一百五十块日币。他跟我讲说：“No No No！” 我说：“这样对啊，两百五十块，你不是说可以马上使用吗？”他说：“请你给我两百五十块日币。”啊，我换我愣在那里，我以为我看错了，还是不能用。我就拿再拿一百块硬币给他，他就收了。他说：“谢谢你，收你两百五十块日币。” 然后呢，你这样折价券可以折一百块，好，那结完账我再还你一百块日币。我这样那时候三条线啊，我在想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你干嘛要这样？然后后来我就问导游，导游告诉我们说，日本的教育是这样子。我现在告诉你的工作守则、工作流程，一二三四五，你如果一二三四五有事情出事情，公出错公司负责；如果你一二四五跳过去出事情，你自己负责。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在做什么事情都守法律。你只要守法律，你通通没有事情，公司帮你负责。一样的道理，我就教你说，要先收两百五十块，然后拿到那张折价券，再还给客人一百块。你就照做就对了，你不用自己给搞。对我只要一百五十块加一百块，这样子就可以了，不用给搞。搜、so、狗在台湾开的很大。 搜狗、so、在日本要关店的时候，因为在日本经营不善要关店，所有搜、so、狗的店员到最后一天要关店的那一天，所有的搜、so、狗的店员都还在那边排一长列，跟大家讲对不起，我们要结束营业，大家眼眶含着泪水，还在做最后的，他们以公司为荣。你如果真的今天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你不会以中华民国为荣，你会觉得很丢脸。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一堆贪官污吏，当到总统、副秘书长都可以当贪官污吏，当了一个这么有权力的人，都还可以污了八九千万。我们常常在问学生哈，对不起啊，因为我上一堂课可能讲的比较快，所以我这堂课讲慢一点。我们常常在问学生，因为我们常常一个课程研讨就三天两夜这样。如果今天你可以重新选择。 你可以重新选择，你今麦底下娘胎里面，你可以选择你要当日本人、当美国人、当中国人。我在这里请一下，一样请问一下各位哈，如果你可以重新选择，你卖选光三面未如果你今麦重新在娘胎，你要哇哇最低的，今麦上帝和你选择，你也在算做几波狼、做比够狼、做点狗狼。日本、中国、美国要选择当中国人的举手，要选择当美国人的举手，哎，大家都不想当人吗？啊，要选择当日本人的举手。 那其他不举手是什麼？不想啊，我当做其他不举手是他也不想当中国人，他也不想当日本人、美国人。嘿，没有人想当中国人啊？好 <laughs>，你别做等国佬。哦，这是每个人的选择了哈，没有对或错，观念没有对或错，结果不同。我告诉各位哈、哦，嗯，好。 我们不要去批判很多事情，我们只讲中国的很多的教育哈。他们从以前的教育，从满清时代哈，他们就会有，比如说那时候的那个康熙皇帝，我们学中国历史学很多嘛。康熙皇帝他那时候要死之前哦，他留给他的子孙四个字，遗言，啊，很简单哦，遗言。各位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永不加赋。 康熙改因的囝孙那公吼，现在老爸死了，但是我们要人让人民过好日子，不能加税，一毛钱都不能加。雍正有听没有懂？乾隆懂了，但是不听，哈。到乾隆的时候好大喜功，他要当十全老人，战争要钱，盖盖那个诶、欸、什么要钱，买东西要钱，什么都要钱，那钱不够花。老爸说不能加税，怎么办？ 他旁边有能臣呐，哦，像林毅士这样的秘书长他旁边有能臣，就说：“哎、欸，我告诉你，很简单。”和珅就告诉他说：“那你被做官也在给那个买官的银子，哦，所以他们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个清当个知府五万块，十年哈三年之内可以赚十万，double 赚回来。啊，如果被判死刑呢，易罪银，花钱来买罪，啊，你那有钱呀，啊，收过路费。” 然后收万万税，嘿，上面有东西我们没有加付啊，我们没有加税，我们是收过路费啊，我没有收税金哦，我是易罪银、买官银啊、盐税呀、啊，哈、哦，不盐盐那个盐的过路费什么，我都没有收到税金，因为里面没有税就好了，我们就没有违背祖宗的遗训，嘿，只要没有税这个字就好了。中华民国一样啊，他从那时候开始就学会了。 所以我没有啊，我没有很多啊，我就有增值税啊，哈，然后那个诶、哎，牌照税啊，燃料费啊，哈，鉴保费什么，你只要想得到的哈，他就一直给你加上去这样，一大堆的税。为什么要用一大堆的税？为什么要用一万、哎、万万税呢？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满清交的嘛，中国人教中国人嘛。 所以你说他们会不会守战争法？战争法里面哈，一九零七年的海牙第四公约、日内瓦和平公约、国际红十字会总章有关战争部分的公约，一九零四年美国陆军总署有关战争法汇编、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这是要做战争法。他们一定会给大家错误解读。战争法里面开宗明义第一条：占领不得一专主权。今天中华民国来台湾，它是占领还是光复？占领啊！ 美国麦克阿瑟将将军叫他来占领，代为占领台湾，怎么会是光复呢？一头也在给你凹完呐、啊！像他打败了，我跟你讲，他很简单哦。他那时候一直逃难，一直逃难，蒋介石一直逃难，逃难到四川重庆，结果一共安哪？转进，对吧？一共转进一共几公绕跑。我们我军神速哈、哦，这个一天之内可以转进十公里哈，呃、哦，转进多少哈、哦？我军神速嘿、欸，就搞绕跑招等一秒嘛、欸。他都说转。 那个转进哦，绕跑又转进，所以他一直转进、转进、转进到台湾。所以他很多时候他不会去根据这个，他还告诉你：占领不得逾转主权，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是规定。所以在联合国的章程里面，中华民国占领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占领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流亡政府可不可以就地合法？不可以。 所以两百两百年之后，中华民国要变成台湾，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可不可以？不可以，完全不可以。所以中华民国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合法？请问一下各位，他要怎么样才能合法？他一直希望他能够合法的留在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嘛，结果现在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嘛，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合法？他就算培养民政府，台湾民政府，他也不是中华民国啊。 不，But, 他还是中华民国啦。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中华民国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在台湾合法？有没有解？无解。因为战争法就规定了，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法国流亡政府他想要在伦敦就地合法，可能吗？西藏流亡政府想要在图兰德兰萨拉就地合法，可能吗？他可不可以说我在德兰萨拉很久了，反正你印度也没用到用到那块土地？啊加固啊，你都好过啊嘛。 让我变成西藏政府嘛，可以吗？如果法国流亡政府可以在伦敦就地合法，那波兰也可以啊。那伦敦到底是谁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中华民国可以在台北就地合法，那台湾到底是谁的？现在国际上都承认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日本天皇只是暂时的被停止冻冻结他的权利，不能在台湾实行实行他的治权。 如果今天他恢复在台湾的治权，他一样要派总督来台湾。他那时候派他弟弟来台湾，亲王来到台湾，很快就病死了。他觉得台湾真的不适合人生存，因为满清没有真正的去治理台湾。他开始帮台湾盖铁路、做下水道，改善台湾的医疗品质，改善台改善台湾的所有的生活品质。所以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很多长辈都很怀念日本人？因为他真正的想要让台湾人变成日本人。 中国人来到台湾，他有想要让台湾人变成中国人吗？他来台湾，他很认真哎，他很认真的宽挤呢。最近马英九不是在讲不当胆产三百亿这样，他为什么要那么认真的宽挤？因为他要反攻大陆嘛，他要钱嘛，所以他在台湾，他把台湾当做一个金库，他不断在台湾提前放到国外去，然后准备要反攻大陆，他怎么会想要建设台湾呢？ 很多人建设，他都以为建设台湾蒋经国什么？那时候是抗美援朝，那时候是美国每年每年一亿美金，一亿美金来帮台湾，连续帮了十年，帮台湾重建，然后变成蒋经国的攻击。哎，所以人家说蒋经国、蒋介石父子他们一家都是贼呀。蒋介蒋介石战争史里面有提到，蒋介石当初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不敢进来台湾呢，他真的不敢进来、欸，因为那时候台湾呢。 军队，孙立人在管，行政，陈仪在管。啊，蒋介石呢？他是流亡政府。啊、哦，他什么都不是。陈仪管台湾，孙立人管台湾，蒋介石没有管台湾，所以他那时候在重庆，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留在重庆了，因为毛泽东也打他，日本也打他，他没有地方跑，他就是跟他专机所有的机要人员一直飞，飞到澎湖马公。 这个机密档案里面都有。我们告赢美国，我们看到太多机密档案，看了觉得很好笑。原来蒋介石，蒋介石是也是一个小孬孬，真的、啊、他躲在澎湖马公，他开始运作哦，因为他想来台湾，以博收窄囊气呀。可是他知，他怎么知道孙立人会不会一来就把他抓去关起来？不对？孙立人听麦克阿瑟的啊，他把他抓去关起来，他就糗了，所以他就开始派他的驻美代表。 到双向园去斡旋，跟美国谈有没有机会让我到台湾来？我已经没有地方走了。我们好歹，我们也曾经一起打过日本，打过德国，啊，然后呢，那个他那时候那个顾代表哦，美国驻美代表，他没有办法去，各位战争史里面都有了。我现在讲的这些哦，很精彩，但你看得更精彩，一定要买。那时候顾代表他没有办法斡旋，他只好出绝招，他派宋美龄去美国去找罗斯福。 然后宋美龄到美国，一般来讲，我们一个蒋介石派去的代表，他去是不是要住在我们中华民国的那时候中华民国的驻美的那个双向园的官官邸，对不对？那有一个双向园嘛。哎，宋美龄去，顾代表没有接到人呢，他没有住在双向园呢。宋美龄一去就直接到白宫，然后就住在白宫了。然后第二天罗斯福就说好，蒋介石可以去台湾。各位了解了吗？宋美龄真的是牺牲超大的，为了救，为了为了救蒋介石， 所以呢，我们台湾真的是败在宋美龄的手上啊。然后蒋介石呢，就接到通知，他可以去台湾。孙立人就从台湾飞到澎湖，到了蒋介石面前说：“虽然你已经是流亡政府，但是我们永远效忠我们的领袖蒋介石。”哦，他说可以来了啊。他就反正军队说他可以来，行政就哈陈仪就不敢说他不可以来。他来到台湾之后呢，第一件事情。 就是跟孙孙立人好好吃一顿饭，然后请他住在一个官邸，永远都不要再出来了。因为这种闹会待机，我是因为你我才可以来台湾的，我当然让你永远不见天日。嘿，所以他就把孙立人软禁，一直到老到死。是的，这个正确的历史都有，你们念不到啦，怎么可能会讲蒋介石？我到现在哦，有的时候在演讲哦，要讲一讲这样，讲到蒋介石还会不习惯的，习惯性的想要靠脚，嘿。 因为我以前在马祖北干当三民主义巡回教官，当反台独宣讲队的队长，习惯了。每次讲到蒋介石就，就要嘿，我想到实在是啊，这种鼻涕的消极，难怪呢，一点他尊重这样啊。然后他杀了那么多台湾人，然后双手沾满血腥，都是他呢。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讲到二二八，我各位知道吗？那时候在日本有户口，到了台湾没有户口，好，到了那时候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去清查我们。 有户口到没有户口，总共有多少人变没有户口？细也细抖一抖，有时候全家就一起不见了。台湾这些知识分子有超过多少人？各位知道吗？那时候有六百万人，台湾有二十二万五千人不见了。你在地板我签，这个都要账都要算在头上，超过几乎几乎快三个 percent 的台湾的知识分子。你哪去刚一日本，你哪刚去美国，杀无赦嘿！有的时候就是无无缘的，而、啊、你老师哦。 啊你！你你你认得你识字，哎，我真看你认识字啊，你都爱死嘿！啊！你得教人啊，你,人啊你像阮这吼、個，在演讲你教人啊，你一定爱死嘿、啊！我今天呢，我自读册开始吼，阮、啊、的教官，我的教官看到我演讲很厉害，朗读很厉害，辩论很厉害，他从从来没有放弃我，放弃叫我加入国民党。我怎么可能从小看党外杂志，然后就加入国民党？到了马祖北干。 他一直告诉我：“你只要加入国民党，就吃香的喝辣的。”我打死都不加入，嘿！我还差点退不了伍，嘿！真的、啊，这真的是很恶劣的事情。因为那时候马祖还有八三幺，我们的连长呢，信号鱼色。我那时候是安全士官，我在这安全士官，他跑去八三幺，啊！各位知道八三幺就是军中乐园呐、啊。他跑去了，营长下来查寝。连长呢，因为他知道连长素行不良嘛。 我说，哎、欸，连长不在房间，在哪里？马上就要回来见我。我只好打电话去八三幺，报告连长，营长在找你。好啊，阿连长就马上坐计程车赶回来，坐计程车对着我说：“我我让你退不了伍。”哎，他以为我出卖他。我是没有出卖他，因为营长已经知道他老是干这种事情。我那时候哈，第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哦，你不让我你不让我退伍，我就跟你一起死。哎、欸，对啊，他不让我回台湾啊。 那时候想说，既然不能退伍了，我们军队里面，我以前在马祖北干编报纸，太多事情了，很多这种威胁的哈，然后就，哎，阿兵哥就干掉辅导长，干掉连长，这样这个台湾都看不到。在一九九零年代，这个事情是几乎我每个礼拜在编报纸，每个礼拜都看到这些，然后这个新闻都不能报，很好笑。所以我看到中华民国太多的那些龌龊肮脏的事情，你觉得？ 我怎么可能会去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们今天政务官哈，告诉各位，你们今天去是带领所有中华民国的事务官。你如果今天法理不够清楚，你今天概念不够清，楚，你没有像日本人一样规规矩矩的办事情，你也可以很嗨，你会被他们陷害，甚至几百个人来跟你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你要怎么去跟他们辩驳？你要怎么去跟他们讲法理？如果你的法理不够清楚，就像曾生呐，他的妈妈。 三人四虎一样，你妈妈的处理支部，五狼来攻，林家台狼啊，你儿子杀人、啊，他说我儿子不可能杀人，我儿子是一个这个念书的那么好的嘿，就乖，那有可能台狼？给第二来攻林家台狼啊，第三个讲拎架台狼，讲在刀嘿，给你找来起嘿。你那时候所有的事务官跟你讲，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哎，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台湾是中华民国，大家都跟你讲，讲到后来你会说，哎，我学的到底对的吗？嘿，老师就讲讲的战争法。 流亡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根本我听唔到嘿？讲话我闹闹高，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我听后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要清楚，法理一定要清楚，你才能够去规规矩矩的办事情。那中华民国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把根留在台湾，所以你会看到他对台湾人，他不会训练台湾人，他不会去培养台湾人。 你下午看到徐格林徐老师，等一下看到潘佑谦潘老师，你知道日本人当初怎么对待我们？虽然各各位可能讲我不是日本人，我不是台湾人，我不是中文，我什么都不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去学习。如果今天哈，你可以选择来带领你的人，他是有文化、有素养，你可以去学习。更何况我们在国际法、在战争法底下，我们已经。 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秘书长每次在讲国宾本店，刚起到底国宾本店没狼哎，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饭,饭店的人的吗？他拥有所有权吗？我们都知道不是嘛，所以台湾是台湾狼哎吗？台湾是台湾人的吗？不是啦，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事实。 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有一次，有一个律师在跟我开玩笑：“如果可以改变呢？如果那些岛哈都换来换去，地球到处都位移呢？”我说：“哦，你讲的这些这个范畴哈，我没有办法用科学化解释，因为你讲的没有办法发生嘛，还没有发生。我现在讲既定发生的事实。台湾是日本天王的领土。台湾如果领土大陆位移跟那个日本结合在一起，那不是更简单？啊，那就变日本的嘛。” 我们先来看,看中华民国怎么对你奴役，哈！中华民国奴役教育的真相，哈！这是台湾奴役教育，就是这些都是所谓的奴化教育，就是这些都是骗你的。 他很多事情都是用骗你的，他这样子教你，让你以为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标准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检验台湾奴化教育的真相。一九三七年七月七号，日本帝国对中国东北发动侵略，中华民国蒋介石元帅被迫呼吁对日战争，但是一路战败，退窜到四川重庆。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号，日本发动，那时候中华民国他也同时宣战。 不是蒋介石宣战，是林森林森主席对日本宣战。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在上海的汪精卫，他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政权，他却对美国宣战。然后呢，中华民国里面的中华民国里面的满洲国，他也对美国宣战。然后中华民国的毛泽东，他对日本宣战。 中华民国那时候有四个政府，两个对美国宣战，两个对日本宣战。请问一下，他要打谁？中华民国那时候自己都很混乱啊，迭雄害攻，美国是我们的敌人，在东北说美国是我们的敌人，然后你到延安，日本是我们的敌人，到重庆日本是我们的敌人、哎，啊到底 V 国是敌人还是日本是敌人？中华民国的人民，各地都搞不清楚，哎 明天早上，那个我们的哎，温、欸、诚志问了、啊，所会让各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哈。日本真的有对南京大屠杀吗？没有。一九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十九号，趁着日本奇袭珍珠港，啊，那时候日本奇袭珍珠港，那时候三本五十六，他是本来第一个阶段废掉那个炸掉他们的军舰，第二个炸掉他们的油库。 这两个阶段如果战战成美国哈战胜了美国至少半年以上都没有办法复原，美国不会半年之后马上又可以对东亚发动军事战争哈。第二个阶段没有去炸油库，因为回来补给油油料再回去的时候发觉他们航空母舰回航，所以那时候去打航空母舰。这就是我们的国运哈，我们那时候没有把他们的油库炸掉，炸掉以后美国没有办法当世界警察了，现在的世界警察。 搞不好是日本哈，因为我们日本从头到尾都守战争法。美国国会八日对日本帝国宣战，中华民国主席林森对日本宣战，蒋介石只是行政院长，没有资格宣战，根本不合乎国际战争法的规定。日本帝国连理都不理他。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号，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蒋介石军队来台代表盟军接受日军的投降，台湾受军事战管。 我用到了吗？哦、中国历经伤亡惨烈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击败中国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你要看到消灭中华民国，这是真的。在南京有个石碑，一九一二到一九四九，中华民国。一个国家哈会写一二一一九一二 dash 一九四九，49, 后面有一个。 数字出现，美国会不会写说啊一九一二，呃、12, 然后 d a 多少？不会嘛，因为美国现在还存在嘛。一个国家灭亡才会写一九一二 date 一九四九，一个朝代灭亡才会这样写。所以在南京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击败中国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改朝换代，事实上跟台湾人民毫无关系。所以我们被他们苟延残喘，被他们搞混了，你知道吗？啊，中国自己也都被他们搞混了，搞不清楚说，哎、欸，我们还我们的我们的人民还流落在海外嘿。欸 蒋介石军队暂时管理台湾的期间，中国内战胜负分晓，中华民国回不去了，他就流亡在台湾，离开法定领土，在另外领土建立政权，是国际法称之为流亡政权。所以才会说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他执行占领台湾，一边流亡在台湾，然后呢再来光复台湾，反攻大陆，白色恐怖，这些他后面越走就没有人要理他了，所以才会被踢出联合国。 啊，因为大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政权，所以他是被踹出去的，他不是自己离开的，啊，反正他很他很会讲嘛，他打败了就说他转进嘛，啊，他被人家踹出去，他就说他自己离开中那个联合国嘛，啊，他不会，他没有办法再回到联合国了。一九四五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号，对日旧金山合约生效，新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保留主权的义务。 但是日本天皇保有其领土的所有权跟主权，所以呢，日本政府他搞不清楚，新政府他搞不清楚，中华民国就利用新政府搞不清楚，就开始遂行他的阴谋。针对这段历史，从国际战争法的惯例法来看，蒋介石集团替台湾人民设立一个欺骗世人的陷阱跟误区，哈，这段事实的叙述提供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个。 蒋介石的军队来台接受日军的投降，日本台湾只是受其军事占领、占管而已。什么什么叫做军事占领？词汇的定义哈，要让各位知道，领土被敌军所控制的时候，是属于军事占领。领土被敌军控制是军事占领。军事占领在国际法上面是拿破仑时代以后形成的，大约在一八三零年以后所形成的国际共识。换言之，领土被敌军控制。 古代的理念是直接认为被并吞，啊，一八三零年之后不能并吞。国际法的观念到一八三零年又改变，到了一九零七年的海牙公约，对有关军事占领的认知变成各国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军事占领啊，属于战争法领域的法规。而战争法不像一般民法、刑法以完整的条文汇编，因为战争法包括占领法、惯例啊。战争法的时候要找出各国处理战争有关的某种事情，要查看各国处理这些事情的惯例。 第二，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国以后，中华民国十二月流亡台湾，这两个重要的历史跟法理事实，其中意义可以加以叙述如下：除了海牙公约，还有日内瓦公约，这些公约讲的规则，大部分是施行多年才列入公约的条文。战争法绝对不限于海牙公约，我们刚给各位看过，战争法有很多哈，战争法不限于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 可以运用各国的相关司法判决、军事专家的著作的解释跟说明，其他法学专家的见解都可以视为战争法的涵盖的范围。回到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号台湾地区投降典礼，以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徙台湾的事件，许多学者跟政治人物不懂战争法，又配合中国人的宣传，主张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号是台湾光复节。我讲到这个哈，我女儿真的回到学校，跟她同学讲台湾没有光复节。哎，我颖同学啊？ 他回到学校讲真相，他国小六年级，他跟同学讲台湾没有光复节，你同学弄讲 B 安呢，安内人讲 B 安呢嘿，<laughs> 对啊，证据有三个哈，他说台湾光复节的证据有三个：开罗宣言、波斯坦宣言、日本投降书。好，各位知道什么叫做宣宣言吗？宣言，今天。 我如果是麦克阿瑟，我今天说我要占领美国，打仗的时候哈，我不信任美国总统，我要占领美国，我宣言，有没有效？那时候有效啊，因为我关著贼狼哎，军队归我管嘛。我现在不相信那个罗斯福，因为罗斯福只听宋美龄的，所以我要占领，我要占领美国，我要打败罗斯福，一共他说了算。可是今天打完仗了，啊，他说要推翻美国总统，接下来要怎么样？要条约，要。 按照条约，啊，他说我们罗斯福总统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中了美人计，啊，所以呢，我们要废除他，我们要怎么？诶、欸，像最近那个什么联署要废废掉蔡正元一样，我们要解除他的职务，这个要用条约来施行，他有他条约相关的规定，战时宣言随利化，战后要用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呢。 <coughs> 中华民国一直在告诉你《开罗宣言》、《波斯坦宣言》。好，《开罗宣言》一共哦、喔，中国哈不会去占领任何一个国家，不会去侵犯任何一个国家。还是蒋介石中国一弄下来讲。请问一下哈，《开罗宣言》之后哈，中国有没有去侵犯别人？他有没有去打北韩？不，他有没有去打南韩？有啊，他自己他自己说话不算话，那他的宣言有效吗？ 就自动无效了哈，自动失效哈，不要论这个啦，我们论开罗宣言就好了。开罗宣言里面从头到尾就没有提到中华民国是呃日台湾是中华民国的。这里面呢，你看到哈日本投降书啦哈这些哈，因为它都还没有变成条约，好像都有提到台湾将来要给中华民国，可是到现在已经六十九年了哈，这这是两年前写的哈，现在已经六十九年了，台湾没有给中华民国。 可是问题还在争论，其实议题不存在，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只要根据国际战争法，可以很简单的解释跟说明，军事占领的定义是领土被敌军所控制的时候属于军事占领，这也是一种强制国际法的观念。请问台湾现在有没有被任何国家军事占领中，in 啊，i n g，还在被军事占领中有？ 我们现在还在被美国军事政府军事占领中，所以领土被敌军控制的时候是属于军事占领，所以现在没有台湾是谁的？台湾是台湾要要怎么样？台湾现在只能说我们要听谁的？我们是战败国。我们现在讲战败国好像很光荣啊，一直在讲我们是战败国，我们真的是战败国啦！美国打败我们啦，这很光荣，因为美国打败我们至少输给美国嘛，哈。 我们不是输给那个阿萨布鲁的中华民国吗？那人家穿着那个，哎、欸，我我岳父那时候，我岳父那时候去港口迎接他们呢、欸，他以为说中华民国进来了哈、欸，台湾要繁荣了。他看到的是哈那个场景，连我们一般人都觉得很奇怪，穿着非常整齐的军服的日本军人上船，然后看了那个穿拖鞋啊，穿那个叉脚，然后，哎、欸，请啊，哎、欸。 对请超 A 嘛，啊排 T，然后拢拍排帝、啊啊、国，他们是新三年旧三年，风风补补又三年嘛。他们在讲他们自己。我们小时候学的时候，我们小时候老师在教我们，都还以为中国大陆是这样，都讲的中国是新三年旧三年，风风补补又三年。他们也讲我们新三年旧三年，风风补补又三年。我觉得很好笑啊、哦。他们两个互相在同战，在马祖北干天天早上都會听到我们的广播啊。亲、哦、爱的中台湾同胞们、欸 要探讨的是，哈，领土被敌军控制的时候，哈，是军事战有没有例外情形？可不可以使用新闻公报、国际会议结论、投降书里面的文字叙述，就可以达到领土过户的效果？我们现在把台湾过户给中华民国嘛？可不会可用这些领土啊、什么投降书啊、什么这些啊，这个国际会议结论啊、新闻公报。也就是说，领土被敌军控制，是否因为这些声明就可以跳过军事占领的阶段，直接达到领土并吞的结果？答案是 absolutely no。 绝对不可以。可是很多中国人统治者却利用御用台湾学者昧着良心如此主张。我是该喷的地方啦。最大的诈骗集团哦，不是打一六五啦，要打到美国军事政府，他会告诉你中华民国是最大的诈骗集团呐。面对这样的主张，请教还、啊、有没有这个惯例？有没有说军事占领以后就直接跳过这些并吞领土？有没有这个惯例？ 敌军入境，当地的军队投降。按照《海洋公约》的军事占领定义来看，这种情形确实属于军事占领。可不可以做例外解释？如果要做例外的解释，必须提出三五个在国际上已经被各个文明国所承认的例子。拿破仑时代以后，不能因为先前的一些声明，所以领土受到敌军控制以后就直接并吞，于法不容。我们用正确的论述来告诉各位，一点一滴的告诉各位。所以，当我在这样子跟那些。 律师跟那些学者在谈的时候，他们无话可说，到最后他们就只能变成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对方民国对它马就后悔啦，对我，他至少在这里六十九年来，他也对我们很好啦，嘿，就是标准的马公啊，你又回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无解，因为他没有办法相信我讲的，他很震撼。所有涉及战争后处分领土的信息有没有？从没有中华民国并吞台湾这种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来没有人说投降典礼完成之后就等于当地领土主权过户给入侵军队的国家，这种说法根本从来没有被国际承认或接纳。而且那时候战争，那时候光复的时候哈，那旁边挂的都是美国国旗，上面挂了美国国旗，所以是中华民国代表美国来接收台湾。那请问一下，这样子，投降典礼完成了，台湾就是中国的吗？ 你们现在都知道了嘛，所以你们醒过来了，你们彻底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解放了。所以记得哈，以后知道，如果不得已要缴税，不得已要去当兵，也知道你是不得已的。因为他现在用两手策略嘛，你顺从他就不会杀你嘛，你不顺从他就会办你嘛。所以你要知道，你身在朝营，心在汉，就是你心里面哈，你身在中华民国，但心在日本哈。 没有例子可以支持这种并吞领土的说法，也就是在战争法的领域完全不能成立。国际间可以断言，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号绝对不能认为台湾光复节。台湾地区在日军投降之后，只能被认定为台澎地区交战军事占领的开始。有人对这个解释提出疑点，因为国际法里面上有 occupation 的解释。战争以前，他有声明要并吞该领土，在进驻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并吞的效果。 进驻之前，我就说我要并吞它。这个重点是它是殖民地。你要研究看看哦、啊、，occupation 这个字有多重意思，有涉及到战争方面实物用语，这里谈的是军事占领，military occupation。对于一个荒岛无人居住的地方，有人发现之后去居住，称为发现后先占，在英文里面可以可以称为 discovery occupation。 后者才能事先声明，我要并吞这个地方，因为那是无人的荒岛，那是殖民地，在国际法上产在国际法会产生一些效果，但是对于军事占领就不能这样做，因为拿破仑时代以后，军事占领所附带的铁则是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个在《海洋公约》跟日内日内瓦公约都有明确的说明。那有学者就异想天开哦，反正大家解套嘛啊，《马关条约》本身就是违法的。 马关条约本身就是违法的，哎、欸，再来凹嘛！以这个条约的效力不存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至少在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正式声明废除马关条约。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笑。各位，各位不觉得很好笑吗？怎么样才能够废除马关条约？请问一下，马关条约的时候是不是重新定立一个辽南条约？所以那时候马关条约要以新的《辽南条约》里面的内容解释为准。 所以他有一个《辽南条约》去改变《马关条约》，他也不是废除《马关条约》，他只做《马关条约》里面的细项修正，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还给满清了。所以那是细项修正，按、啊《马关条约》有没有被废止，没有。当初订条约的，哎、欸，是慈禧太后吗？啊、哦，我忘了。优先是慈禧太后吗？订《马关条约》啊？哎呀。 李鸿章啊，我说他代表慈禧太后嘛，不是，光绪啊，哦，大清皇帝，呵呵代表大清皇帝哈，那那个时候他都没有废止的，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废止的，然后那个蒋介石凭什么一己之一己之力哈，然后说要废除马关条约，他说那时候台湾的领土主权已经回归中国，这种说法又会碰到惯例的问题。 就是你可不可以举出三五个例子？国际社会承认文明国家啊，不要你跟我讲说华纳啊，那个、那个、那个什么部落小国这样哈。文明国家已经承认了，国际社会承认有这种情形，涉及一个领土割让的条约是无效的，该领土会变成或回归原有国家政府或继承的国家政府。找来找去，从来没有找到在拿破仑时代以后也没有这种例子，因此主张马关条约如何如何。 对于台湾领土割让是无效的，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总之，检查国际社会所作所为，发现的惯例如下：国与国之间领土过户，都要根据国际条约，你要订条约啦。而且哈、哦，它是能够被割让的，不能是不可分割的。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十五号是台澎军军事地区占领的开始，并没有任何领土过户的情形。台澎地区是日本主权领土之一，一直到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为止。又是一九五二年的四月二十八号生效的时候，才能视为战争结束。啊、哦，中华民国在一九四五四九年的十二月，中央政府迁到日属台湾的时候，是离开自己的主权领土，成为流亡政府。 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二十八，一九五二年的四月二十八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本天皇被 suspend 他的 right、title 跟 c r a i m 对台湾的。那请问一下，台湾有没有指定收受国呢？没有。为什么不能指定收受国？因为是他的，因为是日本天皇的，啊。再来，台湾流亡政府，流亡政府在国际法定义。 离开自己的主权跟领土的范围，而跑到外国领土的政权，西藏跑到印度，成为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可不可以就地合法？达赖喇嘛所领导的流亡政府在印度德兰沙拉西藏图博自治政府，能够不经任何方式手续流程，成为现在印度德兰萨拉合法的政府吗？德兰萨拉变成他的吗？不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流亡到伦敦的许多国家政府。 波兰、法国这些可不可以经过任何呃，可以经过任何方法成为英国他所在地的合法政府？答案也是很清楚，那就是在拿破仑时代以后，在拿破仑时代过后，国际法完全找不到这种例子，所以可以找到一颗一条金科玉律哈。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所以能列出这条金科玉律，完全从国际惯例去观察，因为国际社会不承认这样的做法，找不到任何例子。 证明在某种条件之下，国际社会完全承认某一个流亡政府已经完成就地合法的程序，就像当初哈，当初的那个俄俄罗斯诶苏维埃帝国，他的那个我忘了，我一下忘记了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他的那个总书记哈，他那时候把克里米亚划到乌克兰下面，克里米亚开始实施乌克兰的宪法。好，那个那个总书记叫什么名字去了？ 你记得吗？好，以前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啊，乌克兰也实施那个，诶、欸，不然，那个克里米亚也实施乌克兰的宪法。好，这是国际惯例。乌克兰、克里米亚跟乌克兰已经是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好，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可以这样突然哈，那个普丁突然想到说，哦，问阿公哦，问问阿祖哦，弄搞不清楚，哎、欸，以为这个这些永远都是他的，所以就随便分来分去。我现在要把它要回来，可以这样吗？ 一点火狼啊！所以他叫克里米亚去公投，克里米亚公投到底是整个乌克兰的公投还是克里米亚公投？他用这些很奇怪的不符合国际法的规规章，然后说克里米亚回归到那个俄罗斯，这些都不合国际法。但是俄罗斯讲的很简单啊，你美国也不守啊，他可以举出太多例子，美国也不守国际法啊，所以美国现在要自己守战争法、守国际法。 我刚刚讲到美国哈，他的惯例啦哈，为什么他一定要那个把台湾哈控制在他的手手底下？这是很正常的。最近他一直受到威胁，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虽然中国对他来讲不是威胁，但是他要把中国关在里面，他不要让中国出来。所以只要哈跟中国太亲近的，比如说呃某某人他一直跟中国想要建立什么 a 克法，建立很多的良好的关系，他一听到以后，他就有合法的理由哈把台湾。 慢慢回归到他控制之下，因为这是基于他的利益，啊，所以他一定要把中国关在里面，所以他不能一定不能让台湾跟中国有任何太过亲密的接触，就商业来讲，就军事来讲，就政治来讲，就任何层面来讲，他都不能让台湾变成共产党，啊，所以各位知道他会一直做一些动作哈，好，所以呢。 啊，对不起，已经十点了，你没有告诉我，那个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哈。那你们上战争法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资料。那我们下堂课老师讲的更精彩，我们一起哈，我们努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把中华民国赶出台湾站，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啊、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好、啊，下课休息十分钟。